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喜，今天是5月4号，这两天呢，我们河南这里下雪了。其实呢，不是下雪，是在天空中都飘了好多的杨絮，就是这个，好像这个特别的像棉花，里面还有一个籽，老多了，尤其是这个飘到人的脸上的时间，有的时间就能吸到这个鼻孔里面。老难受了，而且可能还有的人会过敏。哇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哇！好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这里种了好多的杨树啊，尤其是在下面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地上全部都，这一大片白花花的，全部都是那个杨絮呀。和这空中，有可能手机里面看不到，这个风一刮，这空中飘的到处都是杨絮，到处都是。这麦子都长这么高了。这麦子上面还也有一串子杨絮呀、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是一整块呀、啊，这一整块都是从树上面被风给刮起来的，这是一整串。哇，太多了！我这身后就是一棵大杨树，前几年呢，我也没有见到有这么多的杨絮呀、啊。这两年，也就三年之内吧，就是每年一到这个时间，就是好多好多的这个杨絮，实在是有点让人头疼。哇，这边空中飘的比刚才那里还要厉害呢。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裤子上面，太严重了。白花花的，太吓人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视频拍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可以评论到下方。